哎，兄，你看到什么吗？看到什么啊，金翠？睁开眼睛，看，这里有好多的天使啊！对，哎，是哦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就是我们的敬礼欢庆日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恭喜所有的敬礼者。是的，同时间呢，我们要再次欢迎首次参与我们 FGA CYC 聚会的家长、朋友还有同事们。CYC 感恩你们在我们的当中一起分享敬礼者的喜悦，分享喜悦的当中，也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 FGA CYC 家的资讯吧。2011年新一季的圣经装备课程正式在4月10日，也就是明天开课。课程分为101至104，时间为中午1点至3点，地点在 Altree。神家里的好学生，带着一个好学的态度继续上课。还没报名圣经课程的弟兄姐妹们，赶快向你的组长报名哦。那参与讲套课程的弟兄姐妹们呢？时间同样是在中午1点，地点在于 Basement One。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，让我们拥有一个好的态度，成为一个零缺席力的好学生。是的 ，Amen。在 CYC 的每一次祷告会中的弟兄姐妹都是有福的。哇 ，Amen！ 所以来临这个礼拜日呢，在面前车队下午3点30分会有我们的遇见神祷告会哦。未曾参加过的弟兄姐妹们呢，我欢迎你们加入当中，一起成为我们祷告的勇士。对，更劲爆的是，每周平均有450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，在我们的遇见神祷告会里面，渴慕相信耶稣。哇 ，I believe！ 一颗愿意摆上的心呢，会带出我们对耶稣的渴慕。对，让我们一起对耶稣说 ，Because I believe in you, Jesus。Amen。喜欢新的 Crazy Young Christian， Are you ready？ Yes， we are ready。Yes， Amen。兴奋疯狂的复活节街头布道活动开始进行了，让我们一起走入人群，把好消息传递到每一个角落。不曾参与街头布道的弟兄姐妹，不要错过这一次的街头布道哦。是的，我们会在来临的星期二，在 Ship Darling， 拜三呢，在康乐。拜四呢，在 OUG 的巴萨马拉，时间分为晚上7点。让我们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，完成主的大使命，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。兴奋的四月，开心的四月，喜乐的四月 ，Oh Happy Day！ 说你今天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我真的是很开心啊！但我想到4月22日跟23日的时候，我就很期待。你有没有像兄一样的心情？还是你比他更加的疯狂？一个你人生需要经历的，一个你人生不能错过的。2011年复活奇迹布道会，没错，时间分为4月22日晚上7点。那4月23日呢？就是星期六，将会分为2堂，时间下午5点还有晚上7点，距离现在只剩下短短的2个星期时间，让我们加把劲，邀请身边的家长朋友一起出席，也让我们一起为着当天的聚会来祷告。是的，当天呢将会有歌舞呈现，还有戏剧的呈现哦，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热情的牧师分享讯息。你可以错过看一部电影的时间，但你绝对不能够错过如此精彩的欢庆晚会。是的，哎 ，Sean。神的勇士除了祷告，还需要有圣经话语的装备， Amen, 对不对 ？Amen。是的，继续我们读经进度，四福音书 Part 12，耶稣被捕与审问。那这里也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 CYC 目前能够以特价来订购圣经哦。哇哦，分别为3种版本：庄家版圣经新译本为13令吉，圣经新译本为30令吉，彩色封面版为60令吉。那有兴趣购买圣经者，请在结束后到 Basement 的柜台订购圣经和预先付款，谢谢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是中学生，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第一堂，那就是5点的聚会。如果你需要交通载送，可以联络你们的组长安排安排。那如果你是大专生、大学生、各行各业专业人士，我们都欢迎你和你的家人前来参加我们第二堂的聚会，那就是在7点30分。我们期盼今天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新朋友能够一起加入神的大家庭。神的大家庭，我们一起分享当中的喜悦。CYC 是我们的家，也是你们的家。最后的最后，愿大家一起献上最好的祝福给我们所有的敬礼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